张文杰因妈妈危险的代志，志明拢有甲我讲啊。你敢会真正因为伊来离开林家？阿姨，伊要甲你赶走，伊就是无存好心嘛，所以绝对袂当顺伊的意。志明已经伫咧想办法啦，这件代志一定会当顺利解决的。我知影，你免替我烦恼啦。就算讲志文先生的秘密去予大家发现啊，嘛袂去影响到咱一家人的感情啊。你一定要有信心。有啦，我有信心啦。佳云，你还阁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你先去无闲，免插我。问题都是安心带来，无问题。你哪想用那款全家福的相片啊？无啦，就是看相片啊，为了咱一家人过个快乐时光啊。相片实在是足神奇的物件，会当把所有人的笑容拢保存落来。一家人啊，就算有吵吵闹闹，也是有意见不合的时阵。不过啊，只要看到啊，相片你就把心肝内的无欢喜暂时拢放下，面带微笑。我看得出来哦，咱伫个戏剧场全家福的时阵，老公你巴肚痒。安尼哦，我嘛看得出来，老婆你翕张相片的时阵呢，你很想要。想要什么？想要摄影师再重拍一张。送你换一个。我懂人哦，你看我像红对吧？当然嘛，喜欢上优秀的啊。老公，我刚才去饭店，已经甲志文生日会场布啊，各有流程拢安排好势啊。到时我安排几位摄影师来替咱全家伙啊，拍翕一挂相片，好吧？你当然嘛好，真正，也是啊，恁林家大嫂上个大事嘛，好，多谢你啊。真正自从娶着你了后啊，我感觉林家真正是家，如成一间家啊。是讲我头拄仔咧看相片的时阵啊，我真正愈想愈奇怪，志文哪有可能不是爸亲生后生？你看志文，还佮我挂，看阮的片啊，佮爸的佮阿妈的，会当讲是一模一样，根本就共一间工厂哦生产的。确实是共一个模仔印出的。啊，不过老公，这就亲像迄种感情好人啊，无同款啊，会愈来愈有夫妻脸，人佮人相处久啊，原本就会生做愈来愈像啊。你讲的真有道理啦。啊！不过志文伊的血型甲阿姨还佫有爸是符合的，而且伊个性甲阿妈同款这么温和。老公，我知你听到你甲志文无遐远关系，你真无法度接受。啊！不过 DNA 报告是讲话，你莫想过艰苦啊。等下我，假使讲 DNA 报告那是讲白查的，你的意思是？这正常来讲，白查你是无可能讲白查的。啊！不过，万一在送盐的过程中，有人故意要创空的，也是讲这过程中检验过程有人无细里犯错，那你是会造成一个假的悲剧的。啊！你有真正做完弄？老公，真有可能哦。那你是不是搁重新量一遍，交叉比对，安尼较保险啊？我老婆你真够恐怖，我咧想啥样知呢？太多我咧想啦，我是不是应该我来找志文，重新个提一下检体一下，重新做一下检？毕竟阿姨，伊咧讲伊知影志文先生的过程，修改顺其自然，修改自然嘛。袂像那是有人故意在诱导伊。无对，凡事只是有心，你跳过一些的桥。那恁咱都要保持理智，调查好清楚。啥物处理呐？哎呀啦，咱讨论这件事，讨论到这大声着，咱无想到有人在处理。免紧张啦，应该志文后伊在困倒起来。我来去看看。老公，你要小心处理哦，唔通引起志文的怀疑。我知啦，即马即个时阵，志文老知影愈少，对伊伤害愈深。老公，拢安排好势啊？
我哪甲我讲啦？我提予伊个检体啊，已经私下暗中提去检验啊。检验报告出来哦，伊会随通知我。希望咱来搭配周章替志文做个检验，会当查出真相。一定会啦。上无咱心肝内疑问，我都得答案。啊，不过老公，那是比对的结果，你甲志文是亲兄弟，安尼当然就无问题嘛。啊，不过万一若毋是，你敢做好接受这个消息的心理准备啊？唔免啦，我是要做什么心理准备啊？安怎讲啊？啊，无老婆，我问你好啊。准讲今麦有人摕一份 DNA 的报告，甲你讲，你甲大姐、二姐、家秀、家龙，恁并无血缘的关系。你唔是恁爸甲恁妈生，那恁你安怎做？我才无咧管因讲这种话咧，继续甲因做亲兄弟姐妹啊！我已经甲因做兄弟姐妹二三十年啊，那有可能因为一份 DNA 的报告，就改变我甲因的关系？啊，你就对，无怪我讲哦，你是知我心的小青蛙，咱想一模一样。你想啦，我甲志文三十几年兄弟情咧，那有可能因为一份报告来改变？既然安尼，咱就定定等待结果，不管最后的结论是安怎。就算甲志文的血缘关系改变，啊，不过感情永远袂改变。那你即摆吼，咱这大兄大嫂，咱就放心的心情来去祝志文哦，生日快乐。嗯，给。老公，志文今年生日意义特别无同，伊今年人生料想袂到的变化，心内感慨啊，个情绪一定特别多。咱一定要予志文哦，真大的鼓励。最后的人生为即马开始哦，会当愈变愈好。我嘛是安尼想的，老婆。既然我咧想啥样知影，那你后盖我有做一个又酷又帅的沈花一哥，你就做哦，我最专属美丽的发言人，好不好？我才不爱咧，那我嘛要做端庄文静优雅有气质的妈妈。哇，你有变变，你原本就是啊。是货。就是迄个最厉害的电脑骇客，不管什么款的电脑资料，你拢有法度神不知鬼不觉的骇进去，想要安怎改就安怎改哦。你是昨暗电脑拍伤我，无睏饱哦。我卡带呢是要带林家的人去病院进行林清流啊，佮林志文的亲子鉴定呢。你是爱伫咧病院的电脑顶管改资料？你唔通困去啊呢？我知。真正无问题。那你好，较等下我著甲要做诶代志，啊，搁有病院诶资料拢传互你。这是真金，你若是甲代志处理好好，啊，搁有后事。你放心啦，替我做代志的人哦，我绝对袂亏待伊。啊，不过你代志若是无甲我处理好好，你以后日子会真歹过哦。好啊，我知，就安尼。吼、哦！你甲我弄着啊？你是超高兴嘛？我无注意你徛伫路中啦。我今日路中唔敢乱，你是无眨目睭哦，不要闪过啊！阿贤哦，发生啥代志啊？歹势，我有啥代志敢袂用好我讲，敢袂听你讲大细声？你即摆是要主持公道？好啊，我徛伫咧遮，伊去弄着我，你要怎处理？你徛咧遮，在路中呢，你去用弄着，你是要怪谁？而且我相信这位先生伊唔是故意的。你敢有必要为难伊啊？你即马是要为何伊啊？伊是我饭店的人客，我无都看到我的人客欠去。伊是你的人客，我嘛是你的人客啊。你若无好好主持公道，我著甲遮个代志抛上网，我逐个来评论，看恁饭店服务有偌歹啊！你莫因为私人的恩怨而咧当闹啦，这淡薄代志尔好无？我甲林志文已经离婚啦。嘛不是你的地府啊，这哪会算是私人恩怨？我看你是要为何恁小弟挑过去找我麻烦，而且这不是淡薄代志。
我就要让大家知影讲哦，你是安怎对待饭店的人客。哦，好啊。既然你想要的代志闹大，真拄好。今日有一挂记者来遮，我甲记者拢找来，听看卖，你这个贵妇讲有道理无？啊？你找记者来要从啥？你毋是要跑我？卖两个代志，我较大个啦。我全国个台拢听看卖，到底是你对，也是我对，啊？无需要啦。今日无是要跟你计较。你搞会记？臭老大！啊，你不要紧嘛。看你面色不是讲真好呢，敢是电脑拍烧着啊？下当休困，我加休困，身体重要。我也无识晒你，为啥物你要关心我？啊，关心别人敢了无着？啊，既然今日咱只拄着，这嘛算是缘分。我关心你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多谢你。没啦，别那客气，该注意身体。顶界庙会迄个车查某，卖个电器啊！无猜我看你阁穿咧水水，原来只是一个包装较水的小妹。讲到袂输的，你才了解查某人诶。那安尼看起来，你应该是一个骗女人高手哈。你上我这是要创啥啦？你明明知影，我就毋是迄种爱物质的查某囡仔。因为我想要用一条破链，将你绑伫诶我身。我嘛爱你，永远拢不准离开我。这个人，佮嘉文姐有淡薄仔像呢。你看，连你拢安尼讲，吴嘉文毋是吴嘉文，伊毋是我家的囡仔，伊是人家的千金。伊即摆认祖归宗啊，才变成好爷头，伊才会反过头来资助张正浩，可以去永兴医院的经营权。这位人哦，心术不正，思想是歪的。看什么哦，拢是歪的啦！这查某囡仔随身携带湿纸巾，那有啥物了不起？我无是我认真人，那不是伊车是两台的，迄我小仔改的，然后迄个名字才甲你讲合作啊，对这你也不骗，这款人哦，那无啥物好讲的。周太太，恁当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是真正去蒙在鼓里，还是讲你早就已经知影，只是伫默许伊的行为？记者一定甲你甲小心伫车顶所做的代志，伊甲清清楚楚。妈妈，这个阿姨是坏人吗？为什么我不能听你们讲话？别骗我！不管恁两个人做伙时间的长久，还阁有你搞什么款的天道，你对我来讲拢是反背。那恁你就下一条更较大条的新闻来告诉我。譬如说，林家豪门恩怨的真实史。